阿修罗道，阿修罗是在呃御界，呃世界以上就是没有阿修罗了。这个夜莺果像，阿修罗呢翻译为无九，无端正飞天，或在海洋、海岸、海底宫殿、岩石，长号斗战，恐怖无极。 在阴之时，怀猜忌行，虽行五常，这个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啊，啊，欲胜他故，做什么都要比别人强，要胜过别人，这样才能满足他们强烈的好胜心。三界之中有四种阿修罗类，啊，第一种是鬼道的阿修罗，啊，鬼道的阿修罗呢？ 嗯，也有护法啊，有些阿修罗被佛菩萨所射术以后，就变成了护法了啊，这、就是鬼去的。第二类是天去的啊，天去的阿修罗在欲界的刀立天，嗯、啊，由于呢福报不够，嫉妒天人，于是就会经常和第四天的天众打仗。他们先发动战争啊，但最后每次都会被打败。第三类是触道的。 畜到的呢，就是啊，动物了啊，有些还有人道的，啊。人道的这个阿修罗，嗯，那么人间那些不怕死的、不要命的啊，喜欢争权夺利啊，像那些黑社会的人啊，流氓地痞啊，那是那种就是比较福报小的修罗，喜欢打斗。 比普通人呢，就是要更加的胆大不怕死。嗯，还有一些福报更大的呢，就是人啊这种人类啊，他们会发动战争统治国家，他们也是喜欢打仗啊，喜欢这个扩张自己的领土。嗯，但是不要命都行啊。这种结果呢，都是福报大的就战胜福报小的。 夜莺果报相呢，就是《六七轮回经》中有讲到，常行于残狂、乐忿会斗争，由西行失故而作阿修罗。有些这个福报大的就是修罗王了。业报差别经中有讲到，有十种业得阿修罗报。第一是身形微恶，第二是口型微恶。 第三是异行为恶，第四是其与骄慢，第五是其与我慢，第六其与真上慢，第七其与大慢，第八其与邪慢，第九其与慢慢，啊、呃，是讲慢性的啊，慢性特别大。第十是回向善根阿修罗去，嗯，他们愿意喜欢做阿修罗，这四种因得阿修罗果报。 四种里面就是有六种都是讲慢性的，各种各样的慢性都有。这种阿修罗性格的人呢，特别不喜欢别人啊说他的过失，喜欢别人夸奖他，哎，他喜欢当老大，嗯、哎，有比较强的这个统治欲、控制欲啊。受身以身量，一般来讲，天上的阿修罗呢，男的很丑陋，女的美貌。 阿修罗的身量大小也不一定大的像须弥山一样大，同诸天王以三十三天天人一样高大，小的又很小。受用饮食，啊，随念而住，啊，皆悉百味，末后一口，啊，当作亲泥，啊，故不如人，啊，就是他们的饮食啊，到最后的时候就没有味道了。对，跟他们的自己的夜习有关。 这里就简单介绍了一下阿修罗哈，大概知道一点啊。阿修罗有四种，嗯、呃，我们有些时候讲六道轮回也讲五趣啊，那么阿修罗呢就把它没有列到里面，就是因为在五趣当中有四趣都是有阿修罗的，除了地狱门以外，其他四趣都有阿修罗。好，下面介绍一下三恶道。 也叫三图，嗯，第一个是旁生，旁生也就是触到了，这上面鱼吃多。业因果相就是一业报差别经，具造十业得畜生报。一身行恶，口行恶，意行恶，从贪烦恼起诸恶业，从嗔烦恼起诸恶业，从痴烦恼起诸恶业，毁骂众生，恼害众生。 思不净物，行以邪淫，这十种因，转世下生得生畜生报。哎，就是十不善业。这个多欲众生啊，就是会变作这个鹅、鸽子啊，哎，各种鸟类，天鹅呀、啊、鸽子啊、孔雀呀、啊、鸳鸯鸟啊，就是哈，多欲众生。 嗯，还有一种就是鱼翅叶的众生，变成蛆虫啊、蚂蚁啊、飞蛾啊这种小动物，还有无无智好自负，就是也是鱼翅啊，这是鱼翅呢，作茧自缚的众生呢，报身象马中，这、就是大象啊，还有牛马啊，还有蟑啊、鹿啊等野兽。 这些野兽呢，就比较胆小哈，他、啊、们比较温顺吧，还是作茧自缚的众生，嗔恨作晚蛇啊，蜜蜂啊，毒蝎这虫类，称心重的人呢，就会变成这种动物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傲慢至矜高，恶心密怀害,害，暴生哈罗类。 哈罗就是怪兽啊，还有做老虎、狮子这种娇慢的人，用鱼吃就变成老虎、狮子。还有虚傲啊，书险报就是那个猪啊、狗啊、驴，还有狐狼这些哈、啊，这些呢就是因为虚伪的众生啊，就是平常说话呢就是很不靠谱、很虚伪啊，就容易变成这类动物。 千令不会失，妒忌多憎恶，清躁心不住，始堕猿猴类。啊，不爱布施，还嫉妒心强，嗯，就是容易变成猿猴。强言少羞耻，啊，不知羞耻，无节制，多言说，胡言乱说，随业祸果报，后受乌鸟身。这样的人死后就是做乌鸦啊。 整天就是这样呱呱的这样的叫啊，事后就是这样子。斜贪无厌主，两舌离亲友，贪心很重啊，喜欢跳玻离间啊，就是后受这个猫狸身，或做熊脾身啊，就是这种熊类的动物啊，皮也是一种熊，还有野猪之类的动物，这种斜贪啊。 嗯、呃，修行大布施，即性多嗔怒，不依正意念，后作大力龙。龙族的动物，它它也是以修来的哈，修行喜欢布施，但性格很急躁，并且多嗔怒，容易变成龙。能修大布施，高心灵灭人，由失业行生大力金翅鸟。啊，就是动物里面。 这种最大的一种动物就是大鹏金翅鸟。嗯、呃，这个大鹏金翅鸟呢，它喜欢布施，也是护法啊。他们都是做护法的。呃，但是他们也有习性啊，喜欢的高薪轻蔑别人啊，看别人都藐视别人，心很高。这种鸟呢，呃，后来就是也是被这个佛菩萨所摄受，成为护法啊。 大鹏金翅鸟听说呢能够吃龙，比龙还大的多了哈，它能够抓龙。它们的能力量非常大啊。寿量就是寿命不定的，最长的一终结像八大龙王啊，龙王的寿命特别长啊，短的就是朝生暮死啊。有些动物就是，呃朝生暮死，寿命最长的就是说龙王啊这样的就是特别长。 受生啊，他们有卵生、有湿生、有胎生、有化生。动物的比较复杂啊。旁生呢，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。第二个是恶鬼，恶鬼有无财鬼、少财鬼、多财鬼，从饥渴、苦逼迫得名，常称之为恶鬼。业因果相。 啊，若起贪忌、邪逆残取欺狂，于他祸福迁贪啊，积财不施，皆生鬼道。这主要是指那些无财的或少财的鬼。嗯，多财的鬼也是有的啊。鬼道的众生呢，啊、呃，身体呢跟其他六道的不一样，在一个范围内。多财鬼是还是喜欢布施的。 不然呢，他怎么会多财呢？啊，福报很大的就叫神了。啊，我们平常说的神，就是指这个多财鬼。多财鬼有威德，形貌端正，诸天无异，跟天人一样。有些这个无才鬼呢，就是或少财鬼，就没有威德，形体呢就是鄙陋，不可具说，丑陋不堪，蓬头垢乱，罗形无仪，颜色枯翠。 这就是那种五彩鬼啊，就是恶鬼，我们平常说的。还有那种大力鬼啊，大力鬼呢，就是指这些多彩鬼了，啊，力量很大啊。但是我们平常说的大力鬼王啊，这些鬼王都是菩萨，嗯，他们修的很好了，这是也是做鬼王的啊，就是也是来摄受这些大力鬼、多彩鬼来来做护法的啊。所以鬼王他也是有菩萨。 鬼的住处有两个住处，一个是正住处，就阎、是、浮提五百由旬之下有恶鬼界，被阎罗王所统领，也就是在在我们的地球里面。第二个边处住处就是有威德者，就不在地底下，在这个山谷中、空中、海边，皆有宫殿，国报过人，四天下皆有鬼住。嗯、呃，就佛法大的就是神嘛，哈。 就是我们说的山神呐、啊、树神呐、啊、这些海神呐、啊、河神呐、啊，这些都是指这类众生。他们很多都是在修行、做护法，啊，保护人类嘛。他们也行善积德，所以在这个人间，呃、四天王啊，还有三十三天中有大威德的这个神啊，就是、天神。 他们叫天神啊，这不是人间的地神啊，不是地下的神祇。神祇呢，就是人间的这种神，天神呢，就是以诸天众守防的、巡逻的啊，守护巡逻，像警察一样，相当于天众的啊，好像警察有大威德，他们都是由四天王天统管，它不属于天人，但属于天神。 啊，神类，他这个属于大威德的鬼，天神。天上也有神类的哈，天神跟天人还是有区别的，他们就是像警察一样的。一般的天人是在天上享福的，那天神呢，他们是像警察一样，他是到处巡逻呀、守护啊，就是这样。呃，这个轨道，这个有威德的，就是神。 很多人的拜神啊，我们人间也有一些供一些神呢啊,啊，拜的这些土地神呢、啊，这都属于鬼道的众生。嗯，他们有大力，能够帮助人类啊，所以说很多人供神呢、啊。以前的外道信神的，多神教的，就是拜这些各种各样的神来忽悠他们。啊，你要供养他，啊，他会帮你。 发财呀、啊，帮助你做事啊，甚至帮助你打仗啊，都有啊。过去的人有些还是通灵的啊，有些通灵的人他就会借助这个神呢，帮助他们做事、啊，嗯，发财的都有。这个现在没有了，现在这种人就很少了。后来呢，就开始有宗教了啊。最早的人类很多于，就是信这些神类啊，有威德的鬼，靠他们来做护友。 嗯，这佛菩萨呢也摄受这些有威德的啊神呢来护持正法。第三呢就是地狱了啊，地狱也叫泥犁、苦聚，有净边地狱，也叫游真地狱，有孤独地狱，啊，还有根本地狱，啊，就是八热地狱和八寒地狱。八热地狱里面有啊很多种。 啊，有等活地狱、黑尘地狱、合众地狱、号叫地狱等等啊。那个为什么有地狱呢？我们讲到地狱的果报的时候，觉得不可思议。其实宇宙间呢，有它这个宇宙的法则。作恶的人呢、啊，啊，就是恶业太重的人呢、啊，他阎罗王啊，哎，这个宇宙间的主持正义的神明啊，他都会来记录你的罪恶啊，然后呢，到时候会。 把你抓到地狱里去受惩罚，就像人间建监狱啊，谁做了坏事就会被判刑，在监狱受劳改啊劳动改造。人间的监狱是人类约定书成的，依的一个标准来判，做了什么样的坏事呢，就会受到啊不同的这个惩罚。 呃，宇宙法则里，嗯，也是有的。天地间呢，有各种生命友情，他们也有各自的法则。不管你是能道的还是哪一道的，只要你所做的这个恶业呢，具备了条件，就会被地狱的狱主给抓去啊、嗯，然后关到地狱里去受苦。地狱里的众生是没有自由的，和人家的监狱一样。恶鬼道呢，比他们要好一点。 虽然他们很悭贪，但是他们没做太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就不会下地狱，就在轨道里面忍受饥渴啊这种痛苦，但还是有自由啊，就像人间的乞丐一样啊，到处流浪。恶鬼呢，还是有一些自由，可以到处走啊，只是很难找到食物和水。 地狱道呢，就是因为作恶太多了啊，作恶多端呢，就要受到惩罚，就会被天地间的主持正义的神呐、啊、鬼啊抓去啊、嗯。宇宙间呢有这样的法则，被抓后关到地狱中受各种惩罚，好像我们人间一样。如果没有监狱的话，马上就会乱套了啊，杀盗淫妄了，就到处都是了。 这个法律呢是保护和约束大家的，戒律也是这样的啊。戒律既是约束我们，也是保护我们的，起着双重的作用。不守戒律或违反戒律，就会受到因果的报应。还有一类众生，由于精神上的问题啊，死后呢会下到孤独地狱啊，比如自杀的人啊，他很容易会下到孤独地狱去。 嗯、呃，还有靖边地狱啊，这种地狱呢，就是没有没有像那个八寒八热地狱那么苦，但是他们也啊很孤独啊，也很难出来。这个三界的情况呢，大致就是这样啊，嗯、呃，大致介绍了一下，这样便于我们阅读经书，对于这些名相稍作了解，我们也是也不是很详细。 嗯，以后呢，我们还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更加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各种的因果报应和他们的习性。